亚圣世家刘裕旧君之族祭祖仪式即将开始，景献居赐一品刑部侍郎，协办大学士孟传举功提议，族长召集族内长者议定，其数荣数三数监数进修五堂，不从祖上独耕之训，善为经商，时有爱亚圣风气，经族内议定，上述五堂不便参加，其数荣数三数监数进修五堂之所有男女即刻退场。退下。季羽媳妇儿，你们进修堂也在此列。亚圣世家刘裕旧君之族祭祖仪式现在开始。祭祖是咱们孟氏家族每个人的本分，他们不让咱们在祠堂里祭祖，咱们就在家里头祭拜。先祖亚圣在上，列祖列宗在上，刘裕旧君孟氏第68世祖籍高进贵率全家祭拜祖先。你能有这份担当，娘放心了。只是呢，你三伯现在有病，要是知道实情，只怕会加重。我的意思呢，得对他隐瞒实情。祭祖，都去祭祖。爹，您就消停点吧，人家不让去，您吼有什么用啊？谁不让去？都去。都去，老爷，别这样，老爷。爹，老爷。三老爷您好。哎，三伯。晋生。来，来来来，来。给三伯请安。晋生啊。快跟三伯说说，你是怎样为商号借风开门的？你三伯听说你在北京啊，办事办得顺利，高兴着呢。哎，
孩儿到了北京之后，先去看了被封的店门，然后又去了王掌柜家。嗯。王掌柜说。你抬起头来，起来。三伯。三老爷，您这身体不好，要不然我们改天再来。起来。儿子，你心里有事儿吗？我在想，
三伯这么一走，戏子堂的商务主政，我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可是娘，你知道，现在的我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我真怕到最后把咱们家几个商号给毁了，最后来毁了我自己。你能这么想，娘倒放心了。娘原来就是怕你呀，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，撑不清楚自己的斤两。所以，我想出去偷师学艺，拜师问道。学而知不足，不足而知学。娘支持你，啊。